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一个简单精致的素肉手剪，送给家人一道特别的蒙古风味，一起来尝试如何制作。首先材料有饺子皮、腌制素火腿、红青黄椒，还有芝麻。您还需要准备一个擀面杖，就可以来开始制作素肉手剪。感谢您的收看，特别的小吃，特别的风味，也是推荐给特别的您，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尝试和喜欢素肉手剪，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